员，嘿，咱叫做米粉，卖啦，米粉较好叫啦，是呢，迄个人疑问吼，唔知啥人讲做疑问，因为好迄个艺名吼，伤过艺术，你知道？哈，海外本名，卖本名卖来啦，一般来讲话，你甲看卖好草莓啦，好多多啦，好当当啦，对不？还有东东呢。做宝宝嘞，阿姨叫我好团团的，啊，阿姨叫我好做团团的，团团哦，团团团团圆圆迄个团团，团团，哎，上班嘞，你甲讲一句话，我一个大可要好做团团。哎，我们老叫圆圆啊。对，啊，大家有较圆一撮啊吼，叫做圆圆对无？我来讲你较好介绍了。无啦，我甲你讲较好介绍叫米粉啊。哎呀，哦，那米粉做好叫的，你甲看麦。大家嘛吼，有当时啊，生活过程当中，大家嘛爱食米粉，对无？啊，若出去外口，大家讲米粉汤，米粉汤，对无？新店米粉汤较有出名，对无？所以咱当叫米粉啊，我讲米粉真正足好叫，虽然熟，记忆又深刻，对无？你甲恁，你甲恁那迄个阿姨讲一下吼，你甲讲吼，都你叫团团，你若讲我着只硬要叫团团，我来我，你若讲我歹叫做东东，对无？东东个西西嘞，对无？哎，西西较歹听啦，对无？我讲你会当合作懒懒，懒懒，哎，懒懒的天，白白的云，对无？迄懒懒偌好叫的，对无？我等伊想看卖啊，对无？无你嘛当讲叫小白。这是狗的名字。好啦，我甲你开玩笑。好啦，那个备份服装安排落去。谢谢安排，妈咪请哦。老师谢了。
你。非常爱各位观众。